大家好，我是斯坦福 IT 的杨斌，在此我想借助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作为一个高端的 IT 的技术培训的平台，我们的平台覆盖到全球各个的国家和地区。2014年创建的这个我们的学校，已经在海外帮助数千个有志于从事 IT 技术领域的专业的朋友们跨入到专业领域，成为 IT 专才。斯坦福 IT 我们的宗旨是结交各方面的朋友，然后我们是终身的职业社区，就是我们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，可以在里面得到终身的拉帮带，在里面终身的提升和发展。我们现在在一个新的时代，在一个新的科技的时代，一个 IT 的时代，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，这是时代赋予给我们的最好最好的机会，我们在风口之上。不论你们是留学生还是移民，新老移民，现在都是最佳的时机。只要你立志于有志于从事 IT 的高端的职位，现在都是你们的机会，你们都能成功。而且呢，在此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 channel，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来了解 IT， 了解职场，帮助大家能成为专业的 IT 人才。那在这上面呢，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朋友在这上面进行互动，进行沟通交流，把你们所关心的技术问题、职场问题提出来，我们都会在频道上面给你们进行互动和解答。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，也希望大家能在下面点击我们的 subscribe 的 button 来关注我们，你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和资讯。谢谢大家。